안녕하세요. 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礼拜一，然后是我语学堂一级的结业典礼。然后我今天就是会上台表演跳舞，就是韩国的舞这样。然后我想说很特别，可以拍一个简单的 vlog 这样。然后很不幸的，我在昨天的时候感冒，所以我现在声音是一个很难听的一个状态这样。然后应该会很多人觉得我今天的妆很浓，那我今天的妆是真的很浓，因为我这个妆要撑到下午的三四点左右，所以我今天妆会比较浓，我才能有办法撑到下午这样。好，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穿怎样，因为我今天要表演，所以穿的会比较好看一点。不然我平常去上课我几乎都是穿睡衣，然后戴一个口罩我就出门这样。然后今天就是有精心的打扮，整体穿起来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全身黑到底的概念。好，那我现在真的要迟到了，所以我们就直接出门吧，拜拜。所以就是穿我的小白鞋。好，今天是一个美美上课的行程。全班的同学今天看到我应该会吓到，因为我已经超级久没有化妆去学校上课。到学校了，然后现在爬一个坡，后面有人好尴尬。我觉得我们学校的缺点就是要爬坡，好烦。好，等等教室见，拜拜。你升级，잘했어우리，잘했어우리，잘했어。야정씨레버투，레버투뭐야？맞아，레버투。잘했어우리，우리다레버투잖아。맞아，잘해。已经斜坡啊，我以为是楼梯。맛있어？한번통。
叫卡卡，还是你陪我跑？那陪我跑。那我们就吃东西吧。很蘑菇。你想吃什么？우리끝났어요。耶耶！但是下午还有一场。卡在。我们要机器点吗？我想吃这个。那就点呗。我不知道我要吃什么。这个是什么啊？紫豆腐。蘑菇你不会吃？啊，我不吃蘑菇。你要吃包吗？你要吃七十底的了。我们叫三只。要二三次啊？对。麻扎。然后还有什么、啊？这个。可以。这是米吗？米也很小。这是鸡，那辣素食好小，这也太小了吧？对啊，那辣素食好小，麦好大。先定在这吗？对，三个，三。好多菜啊，好酸啊！你要蘑菇？不不，你的已经够小了，还蘑菇呢？우리지금학교에도착했어是这样讲吗？맞아맞아嗯，我的糖都混好了。韩娜，等等我。结束了，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好玩。뭐사진찍어요저는졸업식졸업식이에요오늘네끝났어요어이상한상맛있게드세요네어우빨리오른쪽가요이거네감사합니다안녕하세요네으超好喝其实也不是好喝就是因为我现在很渴哎又开门了今天韩国很热，应该是今天韩国超热。我现在很悲伤的是，我不能睡觉，因为我还有一个合作影片要拍。就是我通常学校下课后就是赶快回家睡觉，但是今天安队不能睡，我现在要赶快来把那个合作影片拍完，然后赶快洗澡，晚上出去跟朋友吃饭。所以我们等等见，而且我相机没电了，拜拜。